知道吗？圈圈，这是芊芊，芊芊不是圈圈，芊芊哥哥。我建议咱们三个出去吃点饭，让他一个人带五个先体会一下。对，你跟五孩子熟悉一下。我也要吃饭的，大壮，我也要吃饭的。你要吃饭啊？对啊，你自己做啊，就是厨房。我真的？就是自己做，我们都自己做。千玺不会骗人。